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本人的卡子。你也好速度 rubber 吗？我也是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拿到黑金的卡。黑金的卡不是复检就可以拿到吗？没错。好了，我最近在好速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，是 Prokobi 韩式炒牛肉，好像台湾已经开始卖了一阵子，日本是真的很久。我第一次去好速度是15年前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好速度的 Prokobi。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大家开始做炒乌龙面，所以今天我去买乌龙面给福禄控饮，都是好吃的，这两个做好吃的炒乌龙面哦。我第一次吃到你做的这个料理的时候，觉得也太好吃了吧。然后本来觉得那个一盒很大盒，后来觉得好像也没这么大盒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差不多是吃第一次之后，这一个月都会想要吃这个料理。对，那个带便当也很适合。我每次都是一包一包分装。分装。你好事多买回来，然后分装，你就直接冷冻就好了。那所以我今天要做的是韩式炒牛肉的炒乌龙面。好长。两倍炒。好了，那我要开始做哦。调味料的部分其实没有也没关系，但是还是用香油煎比较香。你要提醒一下，乌龙面要用冷冻的啊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宗教的关系不能去好市多买乌龙面的话，全年也有，全年也有。所以一年份是100克的布鲁贡饮，还有1角乌龙面，很好纪念，1:1的。对哦，日本人是几乎都没有宗教吗？不是没有宗教，你们的宗教没有什么禁忌，吃的方面。对哦，而且你们的和尚可以结婚的，那你们不行哦。不行、啊，对，是哦。佛教的不行，道教的可以。我们的和尚也可以吃肉，也可以喝酒。我的朋友的和尚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有一个聚会，然后和尚也来，他也会喝酒。我问他，你们早上多少？因为今天需要招待。前辈的和尚，所以一起去健身房锻炼。好几个光头在健身房里面锻炼吗？对，好好笑。还是韩式的料理配香油很适合呢。然后大家常常问我，没有香油，只有麻油，用看看，因为里面没有分麻油跟香油，所以你想用都可以用。然后没有香油也没关系，有油的话什么都好。然后再放乌龙面。这个乌龙面是先煮好，可是家里有微波炉的话，它包装上面写大概1分钟就可以，但是这个是已经3分钟的，还硬，但是没关系，炒一炒就会融化。融化，变软吧。变软，然后就炒一炒，好香哦，好怀念的香味。对啊，味道闻起来是一样。如果吃一下你觉得不够味道，或是想要红红的味道的话，大概一大匙。的麺汁就有香香的味道，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就做好了，很简单呢，马上做好。如果小朋友很饿，马上想吃饭的时候也来得及，而且想要加的菜也可以加进去，可以，好了，吃吃哦。可是我没有在首尔吃过 Bulgogi 哦，对哦，我们没有吃过，真的有吗？一加面具就很日式的味道。它但是肉还是不是说一点点的味道。好好吃哦。还是很适合。我们最后加了柴鱼粉，还有葱花、芝麻，好吃。这肉好好吃哦。Costco 好像有卖那个不过别的酱。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之前买过，可是也是好吃的那一种。我比较喜欢这个口味。哦，对，这个比较甜甜的。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，一定试试看。最棒的行程是回家以后先退冰，然后就可以炒一炒，然后直接吃，很棒的晚餐。日本的去过 Costco 的人几乎都做过的道菜。对，我个人觉得小孩应该也蛮喜欢的。这个味道，因为甜点的味道，对，完全不辣，小孩一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辣味的话，加一点辣椒粉也很适合。你喜欢去 Costco 的话，
你找找看 bulgogi 在哪里，还有乌龙面在哪里，然后做做看哦。好，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